现在春天来了，那温度上升了，各种庄稼都长得快，耍那个海椒一样哎，长些动身了，去跟他搭个帐篷。龟儿，那太阳像六月天气，好热哟。哎呦，看嘛，那个海椒秧啊，才没撒几天，长起冬虫了。我那个还在播呢。来跟它拱起。我把那油脂先揭开了来。要是那个海椒弄起来，下饭还是哎呦。今天可以带两张。撒的包谷啊。又在撒包谷啊。你看嘛，那天就在那个雨哦。嫂嫂，你弯点接得了哦。有吗？有了。带开花了哇，看嘛，那个秧叶长起恁个深了。你莫说，我们小范还脸莫得罪他，得罪他了，猪河流的还个人来做，现在惹不起他了，出去耍去了。我个人一平米，你妈个两平米，刚好有五块米块，够了。省得多买些嘛，哎呀。那个是那个美人叫啊，金坛子矮得很。那只是几千块钱一斤。你是不亏的嘛，好嘛。你算了，25块钱五克呀。我那个恁个吃不破哈。要得，我给你两个拿，接着做到不拿。你拿去对一下。现在还省得多哈。哎。看你摘到哪个品种。刚好恁个长。你看呢？还矮一。你在那边。嗯。看你哪头遮住得吧？遮得到啊，那头有长的，你那头还插它嘛？先跟它压到一边。哦，那头有点门洞洞，等下我来补一下。补那秧嘛？点门洞洞通空气啊，这秧补。对。你看十几点还厚，撒得生起啷个好？去阴一下，在正门挑点水。等我那毛事多得很。等我们那毛事。啊，生起来的呀？恁个生了，连连那个兜兜。你看，那是要摘好宽，起码摘几亩嘛。你去他推嘛。没得。没嘛，天气嘛。我不来看到他，还没到注意来看到他喊一下。我是计划到时候只管来接海椒就是的。哦，本来海椒生得可以。生得可以。还有南瓜秧、冬瓜秧还没开始撒哟。小范，你那又是在做啥子嘛？啊？耍做啥子？那我去挑粪来验。我还是来把我那十几吨的验一下。哎，在生了哦，还是该盖一下。嘿嘿，今晚上老大煮饭了，他煮煮的来哟。春去春回来，花谢花还在开。是不是？哇，那个秧子长起好快哟！看来今年子的庄稼还是可以。就是不晓得那个旱秧得不得米。那个要撒得迟些，那伯母今天再干两天。太阳又要落坡了，哎呀，幸好老板累着了，把那些东西全部拎得差不多了。好心菜啊。嗯，要得。对了，要学会自己弄饭。
点去。哎呀，排骨，跟排骨是几位的嘛？还多点去啊？你不去啊？你不呀？今晚上老唐一个人慢慢晕，他们都不行，我们排骨生气了。来嘛，白莲儿汤是我老唐下酒的。